人住在里面会不会得猪瘟？我说的是，我说你是小凤，哎，过来，过来干嘛？我找个水，过来，我找个水罐，过来，我找个丝瓜，没有丝瓜，过来跟你商量个大事。嗯，找丝瓜，找那个丝瓜。跟你说，说什么？跟你说个大事。嗯，你姐说给我租两间房子，那不是挺好的吗？她那里楼房又不漏雨，还楼房，想多了。他那里就是楼房啊，而且还没，是楼房，是那个养猪那里，这里啊，对呀、啊，猪这里啊，对呀、啊，这里怎么住啊？对呀、啊，这门都没有，怎么住？怎么进去？翻墙过去啊？怎么过去？不行，跟你说，租他，租他房，跟你商量一下，你可以租他房子那里啊？没有，跟你是这样的，他说给我租两间，我跟你商量一下。嗯，给你分一间。我才不要，我那里有。哎呀，你，我住这边，你住这边吗？我外面有房子啊，外面外面那是你那个做饭的嘛，这里看家嘛。在这里不用人看，去那里有必经之路的，从那里跟我装个铁钉。哎，什么铁不铁钉的？那鸭子，我专门扎轮胎的。跟你说，那个鸭子就在旁边，晚上我们趁你姐不在的时候。整一只鸭子吃不行的，但是挨骂的。没问题的，他又不知道，你姐又不时时刻刻在这里，在这里。他不会数多少个啊？你哪里数得到？那山上这一个那一个的数不到的。你在卖的时候，到时候有数量的。跟你说，你看嘛，那鸭子就在这里。我知道。晚上睡觉的时候，给你姐睡。给你姐睡。不是，你姐跟你姐夫睡着的时候，抓他一只鸭子来炖，他也不知道。你偶尔抓。他说，你问他，你说你问我。多少钱一个月？多少钱一个月？我姐说，他说250啊，250啊，嗯，贵不贵？贵的吧。我说50，我说我打帐篷在外面住，他说要偏偏要租给我。你睡车里，你不是车里吗？现在是这样的，搭帐篷睡的宽敞一点。你睡车里啊？搭帐篷，我在外面搭帐篷的，搭帐篷。哎，我就感觉奇怪，你为什么非得要来这里住呢？你外面不是有房子吗？大帐篷住的舒服一点，我外面睡的床不舒服，太远了呀，在市里面。那你来这里干什么？来这里跟你一起给看鸭子。我自己看就好了。不是养鸭，我在那跟你一起看鸭子。我自己看就好了，不用你看。给你打扮。不用。到时候呢，我跟你说，你看这个房，你看这个门都没有，他还让我住250。安全了，安全了。这个四面都漏风了，到时候冬天的时候。你要租这么久吗？你租到冬天就不租了呗。四处都漏风的，还250，太贵了吧？你拿帐篷啊，拿那个塑料袋。这个上面这个瓦还安不安全也不知道。他怎么说吧？说不定台风来了都扛不住嘞。矮，他这里矮没事的，矮的话他不是，他风吹不翻的。不翻了。嗯，你可以租我。他说可以给我吃甘蔗。很好啊，你不用买饮料了，天天吃甘蔗。天天吃甘蔗，那你天天还吃饭嘞？天天吃甘蔗，他这甘蔗少了不怪我。他给你吃了，你都说了。哦、对，还要找他要点那个守甘蔗的钱。嗯，那你就说，我要是万一真正的住在这里的话，你就对脱了呗，跟他对脱。我要是真正住这里的话，我还要跟他看甘蔗，如果甘蔗少了不见了，还要找我了，他，嗯，是吧？嗯。再这样的话，50块钱一个月，得不得？你问一下他，应该得了吧？啊，得了，得了，得吧，得了。好，那我有时间，下次我看他们姐之后，问一下他，再问一下他。嗯，他说租给人家一间房子，好像要收几百块啊，比我那个还要贵。这个房子几百块啊？嗯。之前是养猪的呀，养猪会不会有猪瘟呢、啊？住个住里面会不会得猪瘟、啊？你是猪吗？人住在里面会不会得猪瘟？我说的是，我说你是猪吗？是猪的话就得猪瘟。人那个猪传染给人呢、啊？你这里有毛病了吧？我去摘点丝瓜了。你这屌毛。
我一身仆仆风尘，等待我的人是否还坐在窗前，带几行清泪迎接晨昏，是否还依然在门前挂一盏小灯，牵引我回到你身边。有我还在窗前，冷冷的黑夜在我身边，没有一盏灯，没有一个等待的人，只有夜色依旧如从前。在窗前带几行清泪迎接晨昏，是否还依然在门前挂一盏小灯，牵引我回到你身边。明明是一场空在梦里浮沉，不敢问当年是假是真，窗前冷冷的黑夜在我身边，没有一盏灯，没有一个等待的人，只有夜色依旧如从前。从前。